却仍难以相信这一情之冷漠，有什么轻易相思还不去不甘等。Hello， 艾拉。Hello， 艾拉。是因为喜欢。现在我已经深刻的带你去流浪。我要烫个头发，我等一下要去跟朋友约会。提早开了，哎，没有哦，你没有在follow我限动。我今天会提早开，因为我等一下跟朋友去约会。因为，对呀 ，dating， 谢谢林神推的带你去流浪。玲玲好多会可以约，啊，还好吧。我们要去看胭脂扣。想跟我约会，没有办法啊，因为我们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认识。居然有跟你一样爱看老电影的朋友，对啊，你们猜猜看是谁？对啊，所以我们只要看到想看的电影，我们都会互相约。我就传给他链接，我跟他说想看，他说好啊，然后我就约好，那我就4月1号看《胭脂扣》喽，这样。然后说你想要看，先看哪一部？他说都看，这样。我们先去看《胭脂扣》，然后刚好今天是张国荣的忌日。跟玲玲约会开心吗？你怎么会问我？在场没有人跟我约会过吧？
下午几点就算约会了吧？那个不算，那叫讲话，那叫讲话，那不算约会，那叫面对面说话，那叫 talking， 那叫 talking。心里觉得是约会，那就是约会了，你开心就好 ，OK 的。但是 TP， 你不应该不只跟我想跟我约会吧？你想跟大家？晚安呐，大家。那我明天可以先去登记跟你拍照的事了。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OK 的，这是 OK 的。你们平常如果你们真的如果在现实生活中认识我的话，你们也不会那么想那么不喜欢我，然后那么想跟我拍照。那是因为我现在有偶像这个小偶像的小小小小小小偶像这个身份，所以你们才会觉得想要花钱然后跟我拍照这样。已经很久没有在直播卷发了。晚安。他没讲。Price。Serious。Serious。衣服。
跳了银神推的带你去流浪。好，没有，我这样好没有偶像的样子哦。因为台北很冷哦，大家要出门的话要多穿一点。我觉得我今天妆妆看起来好淡哦。比较卷，不知道什么。今天比较卷，今天比较不卷，再躺一下。玲玲等等要跟朋友出去吗？对啊，姐姐兼朋友。玲玲最近有推荐看什么书吗？有啊，我最近在看那个啊，不朽，米兰昆德拉的。虽然我看了很多书，可是我还是很不会讲话。就是现在志伟哥送我真情告白，就是我还是很不会讲话。对，他说你看那么多，姐姐就说你看那么多是要学习书里的什么东西。可是我跟你们说，其实就是不要大家有偏见说爱看书的人就是很聪明，或是说爱看书的人一定，因为不是说爱看书的人很聪明，就是不要有偏见说什么爱看书的人一定就是说。很各方面都很完美这样子，其实不是的。看书要看你一要看你看哪种书，二看书，难道他没有他自己的想法吗？难道他个性就是要这么的，在大家眼中是完美的样子吗？对啊，很多作家他们，很多作家他们也写了很多很好的书啊，但是难道他们私底下做人就真的很完美吗？并不是啊，其实很多作家他们在那个年代，他们也就是私底下就是对妻子很残忍啊，家暴妻子这种，对啊，所以不一定说你们不要有什么刻板印象说哦，已经看很多书这样，就不是，或者说你怎么那么喜欢看书，但是你还是考很差，这其实这不是，这没有，这两个者之间没有什么太大关联性。就姐姐跟我说，因为我看很多书，所以我自己会有心中一个道德标准。但是那个道德标准，你确定一定是好的吗？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就是以偏概全啦。我觉得我还绑个双马尾好了。
像我来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思过，就是有一个作家，他就有说过，他觉得他有个作家就说过，他觉得文学是否就只是花言巧语而已，这样，因为他就举了胡兰成跟张爱玲的故事，他就说胡兰成他就是那时候他，因为胡兰成是一个很渣的男生，然后他就是用那种用文学很美的那个演那个技巧，然后写文章给张爱玲，然后张爱玲就是因此就是晕船这样，然后他就想说，可是他之后就是那时候好像胡兰成又去劈腿其他女生，就是他就说就是文学是否只是花言巧语这样，他就觉得说，他这么相信文学，可是历史上面却留有这种就是利用文学去骗其他人的人，这样他就会觉得难过。为了约会特地把他送到尾马，没有，我等一下就要拆了。我要跟黄姐姐去看电影。我跟你们说，就是如果他现在不再听写 Lipo 嘛，然后就有人问我说会难过，我就觉得说不会，就是完全不会，就是对，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说比较好，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吧，对啊，所以我就不会因此而什么难过什么，但也不是说只要粉丝走心我都会很难过，但不，其实就是都不会很难过，也不是这样讲的，就是我觉得要去学着怎么调试，因为有些小偶像就会因为这些然后导致他什么心情很差什么，但是其实我是不太会因为粉丝的情绪而被那些情绪给勒索，我是一个蛮会调试自己心态跟情绪的人，所以会完全不会被受什么影响，这样。所以你们也不要觉得说做什么事情会让玲玲什么，会让玲玲注意到，完全不会。除非你真的，除非就是不要，应该说你做好的事情我当然会注意到，但是如果你做坏的事情，我就会不想理你，但我不会因此而去注意到你。谢谢建谷的浪漫玫瑰，玲玲很坚强，对，我觉得我蛮坚强的，而且我觉得我蛮那个的，我其实是有点，就我不是那种娇娇女那种很脆弱、就很爱哭的女生，我不是，我都默默脱粉。玲玲会叫姐姐切换吗？不会，我都会叫黄姐姐或是你，说哎，你今天想要喝什么，或是黄姐姐这样，或是姐姐。看电影看到一半睡着，你就放心吃老板。好想换个衣服，我觉得这套衣服有点丑。喝杯咖啡，哎，我不喝咖啡的。我说到咖啡，我觉得我的体质不适合喝咖啡，因为我要么喝咖啡就是心悸，不然就胃痛。甚至送人健身房，这是什么鬼东西啊？我要唱歌，大家给我跳掉。在家穿的舒服就好了吧。可是直播哎、欸。
没错、啊，反正其实好像听说大家直播都穿睡衣，你就放心吃了吧。甚至仇人见真烦，你都知道我会讲。想爱我，以后我会找粉糖。你都发现他懂三千中三百，他会陪我全雷达，想着回家，可能有个家，就知道我已从天上。我睡衣都穿着件欸。哎、欸，不是，我是认真睡衣都穿着件。哎、欸，各位，安安都跟我说，我睡衣都穿那种 TP 三周年那个猜拳大会跟就是那种 TP 周边衣服睡觉。我跟他说，对，我都把那几件当成睡衣，我真的就穿这样睡觉，然后配一件随便一件裤子这样。我们没有，我不会像你们那边想象说什么哦，玲玲应该穿那种很开水，完全没有，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穿那种。居家你有那种睡衣睡觉，绝对不会。对啊，我也会穿我的生日 T 睡觉。这不是 TPTP 的问题，这是方便的问题。人生一下，给彼此全部都下架。让到你，你身后退场，我要走。给了你，可能有个家。穿着他，我一同天下。说实话，这还用什么？所以我们要送可爱睡衣，你们送不过来啦，姐姐们会先阻止的。而且就算你们送我，我也不会穿。A 君独家，为我陪伴，嫁给你啦，像我吧。非真不假，让我尝尝。我出门买个晚餐都穿靴子哎、欸。需要英文。Hello， 玲玲，原来是注重生活时尚的玲玲。I really wanna stop, but I just got a taste for it。我不知道。Like， 我终于。能理解就是美玲为什么唱歌都很困难这件事情。I feel like I could fly with the baby on the moon。 唱的是我很想念的，而且我跟你们说，我念英文超厉害的，就算我可能不会背，我单字量不是很足够，跟语句量不是很会拼凑，但是跟你们说我超会念。前几天我有上英文课嘛，线上那种，然后我就念，然后老师说我觉得你念都很棒，这样。就好，然后他就说不然你一个月你这样，他说你不然你出三分之一，我说啊，他说出1500，这样，那种一对一的那种。就 OK， 只要他会讲中文都 OK， 我只要。
刚刚讲那句话英文怎么念？好卡，你擦啦。是该鼓励型的老师呢，是个鼓励型的，他是一个很温柔的老师，我那时候也吓到，他怎么这么温柔？没有，就是要找一个比较温柔，不然他可能被我气走吧，他真的被我气死。You like making love, I feel like I'm gonna die walking up alone. Oh yeah, but you never wish to have it with me. Conversation, I swear to a soul, I know this is not love. But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But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I want you, want me, you want me too. 这是怎样？这样网络超差的，为什么？像林神探的带你去流浪。哦，Just can't wait to fly. I feel like I could fly with you. Wait. Oh yeah. The house in wake it lays purple fish. It waits to sound. I know it's the love.But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I really like you. Would you? Do you want me? Do you want me to? Did I say too much?谢谢穆婷的红玫瑰。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绑双帽一次走在路上，因为我觉得绑双帽一次走在路上很笨的感觉，就是会别人觉得很好骗，这样，但男生觉得很好骗，就看人觉得绑双马尾，你觉得笨笨傻傻的，天真可爱一些。精明样，真假的，很多人都说我一脸精明啊。我要念英文给你们听。I really wanna stop, but I just got
the test for it, I feel like I could fly with the boy on the moon. So Henry, hold my hand. You're like making me wait for it. I feel like I could die walking up to the green. Oh yeah, late night watch television. But how do we get in this position? It's way too soon. I know it isn't love, but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明天的超棒，感觉有点懂为什么老师会说你念得很好。对啊，我跟你们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是天生的，就是我超级会念英文文章，超级。然后还有一个人跟我说，还有人问我说，你有跟外师上过课吗？为什么你念的英文这么的像，这么的有那种很像念很会念英文的人的感觉？我说天生的。他说，因为我讲话的声音就很像那种。他说我讲话的声音原本就是讲中文的声音的那个声调就很像会就是那种华裔，就是那你们懂华裔吗？就是住在美国的台湾人，就这样。对对对对，哦，这我觉得这真的是天生的。Oh my god， 我真的是算是一种算是英文的一种天分的一小部分。Whatever 什么意思 ？Whatever。Whatever， 你说 WHAT 那个 Whatever， 英文天才没有跟你们说，我只会就是我，但是我觉得可能我要找到我学英文的某个点那个方法，然后我可能就会开窍。刚念到哪里 ？I really really like you， and I want you， do you want me？ Do you want me to？ 然后下一段是 Oh， did I say too much？ I'm so in my head when we're out。Of touch, I really like you. 我来念歌词。I want to, do you want me? Do you want me to? 对，之后就差不多都一样了。我再找一个其他的歌词念给你们听好了。我喜欢听一首歌叫 POV， 就是 Ariana Grande 的《像混血儿的音调》。真的是谢谢。哦，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我很常看电影，然后就听他们讲。POV， 对，但是他们的是歌词。It's like you got super powers.Turn my minutes into hours. You got more than 2020 baby. 2020 baby 什么意思啊 ？Man of， 可是我嘴念，但是我不太懂他意思。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之前我学的可能比较国小那时候学比较扎根的是因为是发音，我觉得可能是我发音学的比较好。可是我觉得我会。你说握手要找讲英文吗？那你可能直接就是啊、，nice to， 就是很高兴见到你 ，nice to meet you 这样子，然后还那种是一种，他说你会说啊、，I'm so cute， 我说 thank you 这样子，我说我会说你吃饭了吗？说你在吃，我们会用很尴尬的英文对话。You know me better than I do. Can seem to keep nothing from you. How you touch my soul from the outside. Remains. So 有些我不会念，就是有些发音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拼凑在一起，但是简单的会。你 W 都怎么？没有 W。台湾都念 W， 可是外国他们会念 W， 就是好像我不知道有 W 跟 W， 但是 W 应该才是正确的。W，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种很 gay 白很 gay 白的都会念 W， 这样觉得说说，因为就 W。
You love my lips, cause when you say love, say love. Boy, I'm China, lady your mama on a Sunday. Then make a lot of love on a Monday. Never need no one else but because I am such a position for you.玲玲有学过 KK 音标吗？没有耶，我就是学之前国小的时候教的那种欸的发音，但我没有特别去学 KK 音标。谢思豪的红玫瑰，因为之前老师好像有要教，但是他说其实我觉得 KK 音标也没有什么用意这样。然后我就问美玲说：“欸，你现在还……”我就问美玲说：“我忘记问美玲什么？我问美玲怎么学中文？”他说：“没有啊，我现在还有在补习。”他说：“他现在还有在补习耶，美玲现在还有在补国文耶。”我就吓到，我想说，那你一个月多少？他说9000，他说太贵了吧，但是他说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国文真的太烂。玲玲爆个料，雨冠的英文很厉害哦，哪一种程度？那种多益很高的分数，多益900分 ，so so， 因为他上课都在睡觉吧。因为我想去考个多益，就算考的差，但是至少要考过这样。我觉得英文不可以用中文的方式思考，对，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还没有，可能我之前学英文的时候都一直都用是中文的方式去思考，所以我可能要就是英文，就是用英文的语法思考方式。你们觉得我要去补习吗？你们觉得？我最近在思考，你们觉得我要去补？就是那种一对一，然后那种老师是华裔的那种，然后英文很好，然后会可能会选一个文章教你，然后提出问题，你回答用英文回答，然后如果不会的话，他就会再打给你，然后给你念一次。因为我觉得自学对我来说没有办法，因为我自己其实自制力没有说很好，所以我自己学的话可能会中途放弃，或是没有办法找到自己怎么学英文的方法。多听多讲，对啊，我都会听 Popcat 或是 VoiceTube。Vocal 是 Vocal 吗？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有一个网站，然后是 Voice 的，它就是黄姐姐推荐我的。看一下那是什么网站？赞。干嘛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一点点不少。我家人他们不会讲英文，我都要跟空气对话。你我的手像温柔一手，这样向前走。
把英文学好就可以去读什么外文系，然后再复修个意大利文之类的。欸，我认真想学意大利文，可是听说法文跟意大利文就是弹舌，就不是那个弹舌，你知道吗？那个法文不是有个弹舌的那个发音吗？超难的。麻油根本是全能的人艺人吧？麻油他会英文、日文、中文、台语，台语好像他也会，又会舞蹈，麻油根本是神。小的英文也很好啊，没有吧？英文 Mina 还好吧？并且谦虚有礼，麻油是下一个 top， 会下一批 top， 觉得应该是要剩他，我觉得，可是我觉得他现在就是 top， 我觉得麻油现在就是 top， 对啊，虽然他是跟某某前辈一起升正式的，可是我觉得他是比某某他们前辈还要在 top。不知道欸，就一种感觉，各方面态度什么学习呀，或是工作上面的态度，都很好，身材又好。哦，对啊，身材又好。我终于下载单反了，我太想找个内心哭，内心笑的朋友啊。哦，这个衣服要被我拉坏了。我听到他要断裂的声音。听到他断裂的声音了，这个声音，这是什么造型？这是双马尾，蜻蜓。这是什么？我很冷的时候都会这样子。下个周末，你小小情绪对我来说，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的世界让我开出黄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你也轻轻的附和，有瞬间定了我们的选择。我想一下，牙缸蜈蚣，出嫁处小姐，蜈蚣小姐，蜈蚣刚出嫁阿贝吗？新的龙座有一百箱，我之前就是因为我之前国小的时候是合唱团的，哈，是不相信吧？不相信吧？我到底怎么进去的？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老师就让我进去了，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唱《蜈蚣小姐》这首歌，然后我就是想唱给你们听，可是我有点忘记怎么唱了。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唱什么。就是之前合唱团，国小还是国中啊，忘记了，因为我国小国中都是国中，国小的时候去比赛过。
我听听看是不是。国小我也唱什么？对啊，就是想听你唱《长高经》。我为什么要唱那个东西？我又没有唱过。其实我认真觉得我唱歌就是我唱歌嘛，就是我也不知道，要看情况，就是有时候如果是状况好的话，声音好的话就会唱蛮好听的，可是如果是声音好听可是状况不好的话，就单纯声音好听。这样我觉得唱歌，我在我们团，因为我们团的少女偶像，然后少女偶像就是卖歌声甜这样子，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只有歌声甜而已，但是唱歌技巧就不怎么样。我马上回去，干嘛这样啊？我今天唱歌的时候，老师还说加油唱上去，这样子你的唱歌成绩可以抵掉你直笛的成绩。讲说因为我是对人也很甜啊，谢谢。没有，一直都没有找到啊，不知道哎、欸，真的难找的。我觉得我可能唱错地方或是共鸣的问题。我不喜欢有人唱歌，我不喜欢有人唱歌太油。就是之前我认识一个朋友，就是唱歌很好听，手心的蔷薇，然后就还有很好的唱歌技巧唱，然后就让我觉得很油。我不喜欢那种太油的声音，因为我不会吹直笛啊，我直笛超烂的。我每次只要被上台叫去吹直笛考试，我手一定超抖。一方面是紧张，二来是不知道那个音怎么吹，不知道那个音怎么按，因为我音乐就不好嘛，我连写个音符哆来咪发嗦我都有问题。他可能以为自己是林俊杰吧，就是有些人唱歌就是他静悄悄的来过，然后就会很用很油的声音唱歌。就不喜欢，就可能天真，我们就是像天真，他是天真，然后我就觉得很油啊，不喜欢。他会就有一个特别的音调，可是我朋友也说我唱歌也会有一个特别的音调，可是我那个是天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讲话好像就有这个音调。真的是小学生的，对啊，国中还会吹吧，国中是吹低音直笛啦。我们国中有直笛社欸，我也是，我直笛要补考才过。我每次要上我才艺表演98，然后直笛60。你也是蛮会学的嘛，笑死！哎，我要念榜了，我9:30要关播了，我要去跟红姐姐约会了。哈，直笛还要补考？哎，拜托，我们老师都给我们超难的曲子，然后超级难，然后还要让我们去去去，还要让我们去去去，这样超难。9:30还早，我们不是要去看9:30的好吗？我们约很早，我们没有要约9:30的，我们没有要约九点半的，各位，我们要约，我干嘛告诉你们啦？我要念榜了，第一名是零零神推，谢谢零零神推。第二名我没有说9:30啊，第二名是志宏，谢谢志宏。第三名是伟哥，谢谢伟哥。第四名是回回，谢谢回回。第五名是 Ricky， 谢谢 Ricky。第八名是伟，谢谢伟。第九名是穆婷，谢谢穆婷。第十名是北原，谢谢北原。你刚刚说9:30要关播，哎，我真的讲，我讲错了，对不起。一个小时吧，上次一个半的，现在一个小时了，不然下次再补回来。我今天真的不行，我今天真的有点忙 ，so busy。最近怎么越来越喜欢玲玲了？
oh, maybe, maybe, maybe， 就是，也许可能，也许我也不知道，也许 maybe I don't know， 要看一下外面有没有下雨哦。OK， 我知道，我知道外面很凉。我现在就要开始唠英文，这样没有啦。我觉得这样我 gay 白了，我觉得不要讲好了。我觉得我还是就是正常讲中文好了。雨弹，雨弹。我雨，你说雨会穿透雨伞吗？那我的雨伞可能爆了吧，因为我觉得我超级不会善用雨伞的。每次我买了一把新的雨伞，就不要嘛，就是不见忘车上，要么就是破掉、坏掉。我再买再好都会被我摧残。我觉得雨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消耗品，跟立可带一样。Umbrella， umbrella， umbrella， 这个是很基本的英文单字吧？原来是要唱歌，没有了。如果爸爸愿意出 一点点学费让我去 学英文的话，我就去。雨弹是有大量降雨机会哦，我以为是雨弹。I'm sorry， 对不起，我误会你的意思了。没钱，还好吧？需要多少钱？哎，我爸是真的没有钱，不要逼他了，我都要比我爸有钱的。没有啦，开玩笑的。反正我，因为我不是我爸，我不是，因为我没有在跟我爸拿钱，我是认真没有在跟我爸拿钱，因为我都跟我妈拿钱，我没有在跟我爸拿钱，所以我完全不需要担心我在直播说他坏话，我完全不用担心我在直播说他坏话拿不到钱这点，完全不会，所以我在直播呛他什么，你们说什么啊，玲玲隔天来不到零用钱，不会，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反正是我还要买东西给他吃哎、欸，没有啦，开玩笑，妈妈比爸爸有钱，不知道哎、欸，差不多吧。我才不会问他们的存款，就是有一次我就问我妈存款，然后我妈就很生气，她说 no， 这个不能讲。她说我就撸我妈妈说妈妈妈咪，因为我都叫我妈妈妈咪，然后说妈咪，可是我是你女儿。她说等我存到一个目标，我再跟你讲，这个不行，这是自己的那种自己的机密，这样。我妈就这样跟我说，有点可怜爸爸了。你知道存款要干嘛吗？为什么我不知道存款要干嘛？好歹我也是一个，好歹我也是一个有在存钱的小孩，没有啦。好歹我也是一个有在赚钱的小孩。我多少需要了解一下吧。我昨天就跟我阿公在聊怎么玩股票啊。他说可能现在十块再怎么说100块，他说十点。10%， 反正就举个例子，他说假如是十这个数字，然后你这是100，你投100进去，那如果他有赚的话，你就可能会变成200，那如果他赔的话，你就可以赔到100这样子。啊，他说，我就问说，那你有买吗？说有，我有买啊，这样子。他说，哎，你又买了，就会变成他们公司的股份这样子，已经开始玩股票了。没有啊，我就跟我阿公说啊，那我也来玩个股票。他说不行，你还小。我现在在跟我阿公学投资理财的，我就开始疯狂问我阿公说怎么玩股票是什么，怎么投资，什么是那个投资，讲投资什么意思这样子，所以就是这样子啊。他就说投资是你把一笔钱弄出去，然后如果他有赚，他就会跟着你，他就会给你钱，但是他就分红给你，但是如果没有赚的话，你的钱也会跟着没有。然后他就还跟我解释说什么，也有人是。买了股票然后不动放在那边，然后结果可能过了五年十年然后翻倍赚，这样可能你投了10万进去，然后可能过了5年10年15年翻倍赚成100万这样。然后我就开始跟我爸爸说，哎，爸爸你要不要去投资，这样说就没钱要怎么投资，我跟他说就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才要投资啊，你还不能开证券户吧，还不行啊，我连 Visa 金融卡好像都不行办耶。现在 Pre-Plus 的浪的心，前几天我就问某某，那时候好像某某说他去逛街，然后就去逛街，他就买了4000多块的香水。我跟他说4000多块你是怎样的花下去？他说我也不晓得，我以为才2000多3000多吧，结果他刷下去4000多，他吓到。下次可以听领投资开讲了吧？不好吧？爸爸副卡该来一张了吧？爸爸没有，
爸爸没有信用卡，爸爸只有 Visa 金融卡，但是妈妈有信用卡，但是他不会用。然后我阿公就跟我说，不要用信用卡，这种东西不安全，而且很容易变成卡奴，这样，卡奴。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可能需要的应该就是可能需要信用卡，应该是拿来搭计程车给他钱，因为我觉得每次上下车付钱很麻烦，我觉得付钱很麻烦，然后发票也很麻烦，可是我又没有下载有载具这种东西，我又没有载具这种东西，载具这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下载我也不会用，所以我每次要拿那种一张发票，我就觉得超级麻烦，超级麻烦。你说你18岁的时候开户就已经开证券跟外币账户了，有啦，我想过要不要开个外币账户，但是证券我好想要想办法看，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蛮会投资的，我觉得我可能有那个头脑，因为之前我们不是都会有刮刮乐嘛，然后我爸爸都可能会给我们200块，然后我可能刮了200块中了500块，然后我可能500块会存下来，然后。可能再投资200块，然后可能又会赚了500块，我这样可能会赚了，我这样就赚了比600多吧。然后我弟可能就是他给了200块，然后中了之后又花掉这样，所以我从小可能就比我弟还要也想赚理财头脑这样。等你报名牌了，名牌什么意思？我真的蛮会善用这种东西的，就是比较会。让自己留一些余地，就是我会让我自己有一个后路啦，我会让我自己留后路，这样讲吗？应该是这样讲吧，就是我不会让我自己全部都没有，就是身上全部都没有自己一个安全东西，就是自己比较有安全感的东西，就会留一点点，然后但是其他我会拿去可能赚更多投资啊之类的，哪只股票会赚之类的。对，我现在就有在想要研究就是这件事情，就可能无聊的时候听的那个鸿海台积电这样，最大就鸿海嘛，台积电嘛。现在计程车可以用悠游卡付钱哦，我基本上是不太用悠游卡的。股票很复杂，一个消息一个指数出来可以令你有些宝贵，名牌就是乐透的名牌。对啊，所以很常就是。突然那个数字出来就，然后就打电话说我要那个卖出去，我要卖出去，卖出去，我要买其他东西，我要只买其他，我要买其他间的股票这样。这我阿公跟我说这是需要头脑的，这是需要会很会看那个数字这样，就对数字很灵敏，我完全不会，我现在连怎么算账都不会。记账可能还会，但算账我就不会。我最不会算账，可是我觉得人最需要的就是算账，但是我最不会的就是算账。你不用打电话来，用手机下单就好了。你的小孩还是先不用接触股票吧。没有啊，我只是开个玩笑啦，就跟大家说一下，我是一个好奇小孩，有 app 帮你算，那个算的太利益，不是讲错，太规格，太知识化了。就是那个知识化没有办法去衡量那种真的是现在这个时段的那个涨的几率，那种手机 app 太知识化，找你算账，找人，可是你这样找人算账，你还要再给他一笔钱，对算账有怨念。好啦，我播了一个小时了，各位。我播了一个小时了，而且我最近才知道什么叫不动产，就是我以为不动产就是不动产，就想说那是什么不动产是什么，然后我最近才知道不动产原来是你是不动的财产。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奇宝宝，可是又知道的很少，所以我就才很好奇这样。
就我只要有问题，我就说什么是这个，什么意思？然后我觉得还会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样。谢谢你们的红玫瑰，谢谢福福猫的红玫瑰，谢谢一菲的红玫瑰，谢谢大皮送的红玫瑰，很好啊，不懂求问，不动产就是土地跟房子，对啊，对啊。玲玲，等等要去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张国荣的电影。张国荣。好了，我要拜拜了。Goodbye， 愚人节快乐！愚人节快乐！愚人节快乐！那可啊，拜拜 ，Free Plus， 拜拜，伟哥，拜拜，林林双推，拜拜，北原，拜拜，那可啊，拜拜，穆婷，拜拜，志宏，拜拜。我没有照片可以发啦，等四月再发啦，四月几号再发。我现在真的没照片，对不起大家。我不想一直那么常发文啦，我觉得这样大家会疼你。而且一直发文也没有办法上选拔、啊。如果一直发文能上选拔的话，那我当然一直发文。但是发文不能上选拔，那我干嘛？因为也不是说发文就为了上选拔，这样增加粉丝。但是那其实说真的，你照片发了。就那几个粉丝，他你并不会增加什么特别粉丝，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你这张照片特别好看这样子而已，然后留言看粉丝留言，然后增加自己的虚荣心，但是其实真的实质上对选拔完全没有帮助，因为你真的啊，你发文少跟表现好，你一样可以上选拔，但是你发文多，你表现不好，你一样没有办法上选拔。好啦，拜拜。就发文就只是一个小东西而已。有机会变多啊，但是要看你发什么、啊、对吧，看你要看你的照片好不好看，可能你五张你发了五张照片，然后别人发了两张，但是那两张超级好看，赞超多，胜过你发那五张然后赞很少吧。好啦，拜拜拜拜。发文也是跟粉丝互动啊，是啊，没有错啊，但是粉丝你们的回我，就是粉丝给我们的留言就那几个，玲玲好可爱，玲玲好可爱，然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留言，我也觉得就没有特别想看的。一张定胜负，对对对对对对对 ，Free Plus， 懂我的意思，拜拜，下次聊，下次再聊，拜拜，拜拜。